話咧，擊敗咗東麗隊，佢哋會成為最後嘅總冠軍。咁啊，東麗咧就喺熒幕嘅右方啊，藍色嘅球衣咧就係佢哋啦。咁大家要留意咧，就係港隊陣容有一位外援投手啦，就係巴西球員啊，費拉納。咁喺隊中咧，亦都有一個相當重要嘅責任嘅，就話喺進攻咧，好多時都幾靠佢。反為東麗方面咧，就佢哋個外援球手啊費蘭咧，就因為受傷咧，係差唔多整個賽季都好少上陣嘅。咁但係佢哋本土球員咧，個能力強，尤其是啊兩位沙職嘅，一個就係碧田沙職啦，啱啱打波呢一個，同埋咧就另外一位球手就係打呢個主攻位置嘅木村沙職。咁再加上有方木佩里香呢位快攻手，亦都係佢嘅隊長啦。咁所以整體嚟計咧，加埋托球手中道同咧，佢哋嗰個夾檔嘅默契啊，一路以嚟係相當純熟。咁所以就算冇咗費拿都好啦，實力喺無論第一階段個常規賽或者係第二階段嘅準決賽咧，佢哋都係成績排第一位嘅。咁主要話九哥就有呢一邊咧就第一要靠費拉拿個進攻，第二就要睇石田瑞穗嗰場波咧嘅表現，就係呢位22號球員啦。但如果你話數到佢哋嘅快攻手方面咧，那個表現就可能冇嘅東麗隊咁好嘅。但係一場過嘅比賽咧，就九哥就希望喺第一局咧就可以咬到翻嚟先。咁而家分數係2-2嘅。一個平飛波，自由人起到後交叉，成功由阿森摩里沙攞到。咁如果呢一場波幾位咧就唔係太搶鏡嘅球手都發揮得好咧，九哥就係有機會啦。咪包括咧就打呢個接邊二傳嘅森摩里沙，其實佢平時都多波打，不過殺傷力咧就似乎冇啊費拉拿同埋石田瑞穗咁明顯啫。呢度又見到啊木村沙即刻得分啦。主要十六號球員啊葉健子咧就喺近排嘅賽事打得好，所以亦都攞到個正選位置。因為之前有些比賽咧，就並不是他打呢個正選位嘅，係由宮田由佳里打嘅。快攻就未打得死住，跟住做翻俾阿費拉拿，但係呢個波咧就踩到界，因為佢係後排球員啦，佢一定要喺三米線後起跳先得。咁啊，慢鏡睇翻啦，左腳腳趾尖踩到啊，爭少少啦。否則係一個好好嘅後排進攻。咁啊，嚟日個後撥有一個背飛，打波嘅就係平井香菜子。如果兩位快攻球手又係表現得好嘅話咧，咁呢場波佢哋有啲機會啦。啊，快攻手包括有佢啦，同埋啊水田佑美，靚嘅一傳，快攻掩到俾打後排嘅碧田沙織。不過今次被人捉到路咧，就直接攔死咗嘅，而係靠呢個外援球手啦。所以費拉拿好全面咧，外援球員啦，進攻有，發球亦都有穩陣。雖然話嗰個嘅爆炸力就冇咧，就彭拿另外一位外援球手咁好啊，但係咧就佢係比較全面嘅一個嚟嘅。身高唔算太高，但係個彈跳好啊，所以睇見到費拉拿都好高點去扣殺嘅。跟住轉一轉啦，再俾翻個快攻俾阿平井。咪第一局咧有少少嘅領先優勢。一傳到位，俾個背飛，又係俾到咧就燕子。方木佩里香個快攻位咧就絕對穩陣噶啦，咁係爭在俾葉健子打，定係俾另外一位啊宮田由佳里打嘅啫。不過近呢幾場都係葉健子係正選嘅，快攻係掩到嘅，起到石田瑞穗，但係後排手起咗，跟住想打翻個反擊啊，想打手。所以見個波勾得咁緊要咧，你唔好話佢咧就哇你打得咁差，其實佢哋想望住個手頂去攻嘅，因為見到有人攔。咁呢個咧就係佢哋起到對方嗰個嘅進攻，跟住打一個反擊打失嘅啫。快攻解嘅，
跟住咧就喺四號位幾乎當一個小平拉咁去打噶啦。高田亞里沙咧呢一個嘅長波個高度大家可以見到啦，喺網上咧就大概係兩個波位左右啦嚇。快攻就直接俾到，唔係一次攻裏邊俾快攻咧就招雞就唔常見，因為做掩護就好啲嘅。但係好幾次啊，咁樣今日都比較多快攻咧，就去到做第一次嘅攻勢。咁剛才得手嘅咧就係水田佑美。即係暫時兩位嘅快攻球員啊，平井香菜子同埋水田佑美都有得發揮喎，好球嚟嘅，越大越開啦。平線三分多，咪見到 Vicky 沙織已經咧就暫定喺較後嘅位置去補一補啊，兩個嘅漏洞，但三個人都冇去攞嘅，攔起咗費拉拿嘅強攻，跟住四號位打一啲比較矮嘅波，好奏效啊，俾到高田亞里沙。即比一般的彩虹球員仲要平一些，即目的當然就是要令你中間球員是離不切，但剛才看到就水田佑美都趕得切去到就作這個籃網，但籃不成，籃網球員碰一碰就反為改變了個路線，這田沙織變了過了籠，還是三分的距離，費拉拿落了後場亦都可以打後排進攻的，咁佢同埋石田穗穗兩個都可以嘅，冇咗一傳，咪呢邊咧就打後排進攻多嘅咧就碧田沙織，咁啊帶上嚟咧有時佢覺得後排咧仲爽過打前排，即係打後排進攻嘅時候，有啲球員往往幫佢掩咗佢起跳嘅位置啊，令佢打嘅時候咧係有空網嘅情況，但喺前排當然都唔睇得少佢噶啦。停空能力相當強的碧田沙織，又是他攔到的，跟住方木攔到，兩個彈弓人的對決，呢邊就是石田穗穗，那邊的彈弓人就是碧田沙織，但是碧田沙織有更優勢的一範呢，就是他的停空力比起石田穗穗還更加要耐一點，是很誇張的，真的好像停在空中度就一段時間才落回來一樣，即係誇張啲講就係咁啦。胡川沙即係陰個馬蹄形嘅中間位，經驗相當豐富嘅呢個球員，接近廿六歲，今年好多國際賽嘅經驗㗎啦。但一路都未可以追翻嗰兩三分去平手啊！睇衝唔衝到分，衝到分你有機會追，追近啲。差事大家鬥陣啊！因為啱啱就喺五五波嘅長區啫，呢個波打落網，攔網冇掂到嘅，所以你跟住起嗰下波咧就違例啦，係四次擊球啦，所以又去翻三分嘅距離。咁我陣嘢個頭開得相當好嘅呢場波，到位嘅佢一傳相當靚。在日本超級聯賽裏面，我哋大家看到嗰啲比賽咧，有一個特點就係佢哋啲一傳真係好到位，呢個就係日本球員咧嗰啲嘅特色。喺訓練上高咧，佢哋即係都幾落一個好大嘅苦功嘅，去到呢個一傳或者做防守。咁所以以往咧就佢哋個花名叫東洋魔女嘅，即係叫得魔女或者話即係地獄式訓練嘅啦。打到背飛攔翻落嚟，俾翻石田穗穗，佢就。少少放虛攻的感覺，搓住個波打你的手邊啫，唔大力嘅，蹬住先，反圍咧又有效嘅。胡川沙織咧就掂到個波，又反圍變咗一個短球。一傳冇咗，唯有修正。不過呢個修正球又係打得靚嘅。胡川沙織攞個長線去打，佢打波又係唔貪打靚波嘅，好實際嘅做法。佢盡量係避到籃網球員，咁所以好多時都攞長線去打嘅。
好急速嘅個波，但都起到，打得靚，救得靚，然之後打翻個反擊捉手嘅，又係籃網球一掂到咧，後排要估個落點噶啦，就比較困難啲啦。呢度真係衝到分，而最近噶啦，12-13，都起到嘅。今次比赛跌碎碎打后排进攻，但系呢个波咧就因为跌得低点啦，咁所以佢就唔选择大力强攻，就去做个阴波。但系阴波当然你话希望阴出嚟嗰个嘅威胁力大啲啦，佢就变咗要求高咗落咗网。13平手嘅分数系，跟住由呢边嘅弹弓人去反超前啦。一场波里边，碧田沙织打波嘅次数咧。真係可能係隊中係最多嘅。今次籃網就二劍指掂咗啦。佢比起宮田由佳里，另外一樣嘅好處咧就高啲咁多嘅。喺籃網上高咧就可能亦都著數啲。咁另外我覺得二劍指嘅打法咧，嗰個嘅男子球手打波嘅味道係重嘅，因為都幾夠力嘅呢個球。個反圍呢一輪咧就係東麗隊衝到啦。在落後局面之下咧，反為領先三分入去技術暫停嘅。呢場嘅決賽啊，喺第一局都已經係相當燦爛啦，互有領先過嘅。咁啊，去到第二個技術暫停嘅時候咧，就東麗反超前咗，去到16-13領先三分波。費拉拿嘅強攻，哇！似乎個地面防守咧，睇到費拉拿嘅進攻睇到好準嘅。呢、這個波其實都到位嘅，即係個落點啊捉到路噶啦，紅川沙織，但係就偏離咗少少咧，就嗰個落點啦嚇，因為佢初嘅直線有些少掂到中道同嘅手嘅，咁所以線度有啲咁多改變咗個力度。咁當然啦，佢哋好着重於咧就嗰啲嘅賽前部署啊，嗰啲統計嘅。所以對於對面嗰啲球手咧個特色啊，或者個進攻點咧，研究得好清楚，所以見到佢喺防守上高咧，就好多時都好到位嚟到去救波。呢個發球出咗界啦，個分數咧就依然都仲係領先緊兩分嘅，但係早段嘅時候其實九宮制約咧。是領先過東麗隊兩三分，不過被對方一輪的衝分之後呢，就反為超前回他們。這個波呢就也都勝在那個一傳到位，雖然就沒有短波戰術的配合，但是都 set 到一個比較平一點的彩虹球出來。而打波方面呢，就今次是高田阿里沙處理得也都好，不過當然搶鏡就沒有木村沙織那麼搶鏡了。呢、這個波就自己打失，處理能力方面咧，就佢當然就冇木村沙織係咁強嘅，但係咧就高田阿里沙，既然打得木村沙織嘅對角位咧，你嗰個嘅進攻嘅能力啊，或者打足手出界嗰個嘅技術啊，一定要有嘅，因為佢嘅身高只係得1.75米，咪比木村沙織咧就矮咗9cm，都幾多。一傳唔到啦，嚟到碧田沙織，佢就唔係打呢個四號位為主，不過而家呢個過渡位置啊，佢同埋六號球員高田咧就冇轉到位嘅，仲有噶，快攻試試，但係都係撥住先啫，食唔應嘅，自由人修正，轉一轉又俾後排，即係幾個點都打過啦，後波又俾過，四號位又俾過。中間快攻又試過，跟住就俾後排進攻，所以啲進攻點如果你夠多嘅話咧，那個變化令到對手啊就疲於奔命啦，喺呢一個籃網上高。其實麻麻地啫，呢個一傳，再做第二次嘅進攻，修正翻石田碎碎，都俾人攔翻落嚟，又結一變點，大家都係咁做噶啦。一邊唔掂，好似話連續俾兩次嘅，即係除非係真係冇辦法嘅修正球啊，否則嘅話都會變變嘅進攻點，即係你起碼要中間嘅球員兩邊撲。
撞到好低了升呢個波，難度好高嘅。唔曳啲啦，雖然話呢個係修正波，兼且唔係 set 打升嘅，咁但係費拉娜對於唔靚嘅升波咧，個處理一定要穩陣先啦。首先，但係頭先唔係咁難打咧，佢就錯咗出界嘅，有啲大意啦。呢邊個起波亦都曳咗啲啊，石皮碎碎。就係連續兩個咧，係佢哋自己嘅失誤啊！呢邊科目嘅送分，不過好在你係領先嗰隊啫，落後嗰隊咁樣失就傷啲。靚嘅發球，但係都起得靚。呢條沙積打得靚噶啦，後排守到嘅啫。不過就頂唔住對方一個嘅反擊啊，反擊。失望李沙準備發球，但係一般嚟講，佢哋扣球式嘅開波球員就少，係得費拉娜一個嘅啫。有冇過網？冇嘅話，呢個叉燒成功嘅，又係葉建子攞嘅。十三號嘅後備托球手田代佳內美喺呢個位置啊，代替咗中道同。主要咧就係佢個身高比中道同高，咁佢一米七三咪出嚟嘅，希望第一個籃網幫到手，打到足手嘅，俾個後排。哇！頭先個後排有兩個選擇啊，另外一個咧就係費拉娜嘅其實。最終就由木村沙織喺個四號位。又是攞個長線得分嘅，自由人咧呢個位佢誒站就站到噶啦，咁但係因為個波係較後嘅位置咧，佢要少少咬去後邊攞，控制唔到個波。前交叉打得好靚，呢啲係戰術啦，四號位都要做嘅，快攻掩一掩，四號位已經咧喺快攻上嘅時候佢上定先噶啦，因為準備要打一個比較矮少少嘅波嘅。你打高波是冇用的，即係失咗個掩護嘅效用嘅。一路球員長江望遊出嚟啦，身高亦都有一米七九，接近一米八。咁睇下又係籃網上高幫唔幫到手？佢有份去攔嘅，雖然唔係直接攔死，但逼到對手打落網啊，所以咧又追一分。比賽地點同呢個準決賽階段嘅時候咧，係轉咗個場館嘅，咪意思係到東京嘅國立代代木競技場啊，打呢一場嘅決賽，同埋咧季軍戰亦都喺呢度進行嘅。難得靚，可能真係掂喎！長江望遊出嚟，兩次嘅籃網佢都有份嘅。頭先個逼到對手打落網，跟住呢一個咧，睇下係咪佢直接掂到啦？唔係佢掂到，但係起碼佢加埋咧就平獎項賽事咧攔得好密啊個角度，咁所以四隻手加埋係一埲牆嚟嘅，過唔到啦，爭少少個波其實籃網球員撞起咗，咁但係因為撞起咗個波之後咧，個波球速都仲係好快嘅，所以自由人咧都即係雖然好似喺個波嘅附近。但要迎接咁快的波咧，都唔係咁容易，即係要估啦。咪頭先咧就撞琴希個波，亦都掂唔到啊 ！set point 嚟嘅，而家面對救到貝飛有人走，照俾貝飛有嘅。佢田沙積又係俾人起到，邊個埋到齋咧？打埋唔到啊，俾對方攔死咗。其實又係快攻有少少掩護到嘅，不過褪過去咧就見得到古藤千樂都褪得好快啊！托球手嚟講，佢一米七一，亦都算做唔太舒適啦。日本嘅球員嚟計啊，即係矮當然都算係矮嘅啦。又難多一球，咁啊要打丟時啦！哇，夠咗！
呢一個嘅 set point 緊要，因為對方嘅一次攻嚟嘅，用個攔網可以救到呢一分，相當刺激。第一局大家互有領先過，咁其實咧個優勢喺尾段咧喺東麗隊度嘅，亦都佢哋到咗24分先，但係埋唔到齋。即係呢一輪咧就九哥就要個攔網做得好，包括呢一球由水田優美攔到碧田沙織嘅，緊緊嘅咋，因為佢個人一路向左邊飛過去，而費拉娜就喺右邊飛過嚟，大家就形成咗一個交叉一半場。不過最終當然咧就係水田優美攔到嘅。第一局就要打丟時啦。太過鐵網，不過差少食唔到。呢個波咧就由於啊攻擊力咧就高田亞里沙確係弱少少嘅，佢唯有就想打觸手嘅啫，但係個力度唔夠啊。呢個波係打到對方嘅手，但係咧你個力度唔夠，俾人就撳翻落嚟，咪形成一個籃網得分啊！又呢一輪九個制都係籃網得分，所以呢樣嘢幾咁重要啊，係直接得分陣。但係咧，好彩今次打到觸手出界啦，因為又係做唔到短波，只可以俾到高田啊。高田攞到呢一分咧，就變咗大家繼續丟。小平花織出嚟，咪多數咧就去到呢個開波嘅階段啦，就放佢出嚟，咪可能亦都俾打埋個後排防守添嘅。一傳到嘅快攻掩到俾費拉娜，但係餘若救起咗，俾多次費拉娜開網啲嘅，又係後排手氣，只能救得靚啊！三次嘅進攻，最後一次就打到觸手出界啦，費拉娜。佢到九光制約有一個嘅 set point 在手，26-25。冇咗一傳，哎，冇爭，好在都大家有默契啊，仲打到落去添。跟住費拉娜嘅進攻出界啊，緊緊出界，殺已經殺到落去啦，食到個手腕嘅個波亦都相當勁，但可惜嘅出咗界，變咗繼續要打丟，埋唔到掣。其實呢個機會波九個制約真係有權攞到嘅。今次就由新波里沙在個過渡位置打個四位進攻，又掂咗喎，所以仍然都係佢哋嘅 set point， 一傳起得唔靚噶啦，所以係俾唔到啊快攻俾啊水田佑美，亦都俾唔到佢做掩護，但好在今次新波里沙咧個人嘅能力成功，快攻有啊，得啦掂到嘅，隊長幫梅佩里香打個快攻。雖然話唔係一個短角度落啊，但係總之啊出到手個波夠快得噶啦。佢嘅身形係最好噶啦，隊中1.86米。個大力扣落去，但係攔到落嚟嘅話咧，就變咗你後排球員咧就難起啦。因為你打得越大力落嚟越快啊，俾人攔翻落嚟。又互有 set point 出現過，今次到。東麗隊有 set point 啦，即係其實喺過程裏邊並非一人一分上㗎，丟時係試過有一隊衝到分，但係就唔係話咧係可以領先對手兩分解決嗰局，係落後一分之下就連攞兩分，咁所以丟時咧你要 hit 對手兩分先叫攞嗰局嘅，而家就28平啦，即係話都丟咗好多次㗎喎，24-24到而家28-28。一傳冇咗，差啲輸埋添，機會去咗九哥仔嘅度，救到嘅，到曬位，但係進攻唔到啊，仲要做個防守添，又係石田碎碎，哇，勁到啊呢、這個波，出手相當快，石田碎碎欣賞佢嘅地方咧就個手腕能力係相當好嘅一位球員啊，
因為你扣碗能力強嘅話，殺落去嗰啲波咧個球速係快嘅。快攻係點住先，最緊要擁到過網啊！個波啊，揚曬手話冇掂到，咁球證亦都同意啊，變咗就29平手。豐田沙紀入替。前面咧，而家快攻嘅球員就係二健子，一次攻就喺九宮制裁嗰邊嘅，到位，打到後快，哇，相當好！呢下咧並非背飛啊，起跳嗰一點佢就直打噶啦，以速度去到打對手，少少背飛味道，但係個速度啫，個後快咁嘅。又到九光仔又有個 set point 嘅，夠唔夠到啊？小心，因為紀錄台嚟嘅，夠到，咁啊要東麗做多次啦。快攻又係掩護嘅，追到入去打嘅就係木村沙織，直情係走入去呢一個差唔多入多啊一兩米嘅位置嚟到起跳嘅。咁啊四位嘅發展咧。其實就係越嚟越豐富喺個戰術上高，31-30，再次到翻東麗隊有 set point， 哇！呢個丟時亦都真係打得燦爛，第一局相當好睇，不愧為冠軍戰，到位嘅快攻有上，掩到俾石田，打到個反擊啦！呢邊木村沙織。是不是出界啊？出界就掂咗啦。咁結果呢個丟時要去到32-30啊！東麗隊就先攞第一局先。佢哋啲擁躉啊，或者話職員都相當開心啊。咁啊，暫時1-0局數領先對手。咪見得到喺第一局嘅賽事啊，就係不愧為總決賽啊！大家打得相當燦爛，要去到32-30咧，先解決到呢一局。結果東麗隊攞嘅，咁啊而家大家咧喺第二局交換咗場地，繼續作賽啦嚇。第一分亦都係東麗可以成功嘅四護位得分。好多時佢哋嗰個嘅成績咧，就要睇呢兩位嘅沙績啦，一個木村沙績，一個碧田沙績，因為佢哋嘅外援球手費拿就因傷咧，今季賽事好少打噶啦。如果有埋費拿嘅話，其實佢嘅實力咧就真係幾超班嘅。因為本土球員的質素已經是很高的，所以東麗隊其實在第一階段或者準決賽階段都是成績是首名入到嚟最後的總決賽。不過就排第二入嚟的九宮制裁真的不曳啊！第一局的賽事咧，就佢哋都有很多機會可以埋到齋，但不成功嘅啫。外援方面啊，費拉拉其實表現係相當不錯的，石田碎碎。今日就似乎俾人睇得緊啲啦，個得分就冇之前咁輕鬆啦。呢一波亦都主要俾碧田沙織係難死佢嘅，方木埋嚟咧其實有少少窿啦，咁但係佢就打唔到個窿。3-0領先，救起咗，錯住先呢個過渡波，過渡波都有得贏，咁啊真係越拉越開啦。搞到亦都即係暫停都要叫埋啦嚇！呢邊嘅教練就係大東亞史，集地出嚟之後，面對落後4分波，打可唔可以破蛋先？機會仲喺東麗隊度。呢個波咧就雖然話會打得幾辛苦嘅，因為下手升起，俾中間嘅快攻手啊方木佩里香咧就打一個2號波，因為一個 off hand 波。佢仲要打到對方捉手咧，真係好難得啊！哇，細估唔到第一局咁刺激咁炸彈，第二局就一出嚟數咗5-0啊！碧田沙織嚟個音波，自然夠起咗，俾翻石田碎碎又係音波，但係方木會里香夾住碧田沙織，
呢個籃網組合咧就相當犀利。你話開局如果有呢個咁大嘅領先優勢咧，佢哋嗰個嘅籃網起碼攞咗兩分。發球失誤先至俾到咁嗰陣又破蛋啊！個頭啊開得唔好噶啦。野本利佳出嚟入替，唔係咁多機會上陣一位球員啦。之前喺準決賽都比較少見啲，非常年輕嘅啫。今年咧就接近20歲。好靚，個快攻食得好實淨啊！一傳咁樣過嚟，方便佢哋要。望住個波之後，跟住兜個圈過嚟打個快攻，其實有難度嘅，但係佢處理到。進攻仲未攞過分㗎，今次係第一分，因為頭先個分咧就是、對方開失波攞嘅啫。咪正式攞呢個進攻分數咧就係森摩里沙。個發球靚嘅。我對方一傳好，又俾到葉建子。葉建子個出手係相當快嘅一位球員啦，就話佢有啲男子球手打波嘅味道嘅，亦都好有前途啊！今年啊，啱20歲嘅啫。過到網，但係一個叉燒波冇啦，亦都冇咗攔網啊！照計咧，都起碼有一句攔啊嘛，冇人攔喎，咁啊呢啲波就好易食啦。靚嘅一傳，做到背飛。安全過網先，用嚟再做過，有些少過咗籠啊！木村沙織嘅左手拿翻，即係私家嬌都要埋噶啦。跟住幾乎都攔到，不過因為咧中道同嗰度真係矮啲啊，佢只係得1.59米嘅啫，就俾人撳住佢嗰個位置嚟到攻。3-9。就起咗，做個修正。費拉拿只可以坐住先。兩個沙積，一人一下，不過都未解決到呢一分住嘅。跟住變一變啦，啊，又係二件子攞啊！呢位球員咧就個進步佢係相當快啊，由一個後備嘅球員，近排又攞到個正選嘅位置。都打得唔錯啊！呢個後備入替嘅球手啊，開波同埋睇進攻都有板有眼嘅。唔係好啱打，所以唯有啊推過去啫。而健子掩到俾自己隊友啊，木村沙織打一個後排進攻。雙方打後排進攻嘅球員都叫做多嘅，咁喺過往嘅比賽亦都見到佢哋係經常會用。咁其實咧，如果球隊有後排進攻一招嘅話咧，先至係合理嘅。即係現時嚟到計，一個立體嘅戰術係好重要。除咗前面嗰三個之外，後排如果有兩個打得後排進攻嘅就好啦。呢個其中一個啦，彈力相當好嘅球員，但係呢個波過唔到網啊！其實個開波都幾陰毒嘅，可以話好刁轉咯，開個位置。但係呢一分最終係久光攞到嘅，一傳就破壞咗。有啲人擔心的位置就係頭先打波嗰條喺沙嗰度，但係佢只要咧就唔攞分都好啦，盡量唔失咁啊，加到功課㗎啦。費拉拿失喎呢個波，但係球證話有掂到手，唉咁都好啲。因為落後住之下，如果而家呢個進攻失誤嘅話咧，就更加會打擊到信心嘅。起到一傳，
立心要俾碧田打呢一個嘅後排嘅頭先。轉一轉啦，四號位呢邊又係打四號位，真得咧！木村沙織經驗真係好，即係你話大賽經驗好嘅球員咧，就嚟到呢關鍵時刻啊，嗰個嘅心理質素就會做到出嚟嘅，即係話好清晰嘅個頭腦，知道究竟係放波啊定係強攻，亦都個位置睇得好準。所以有時候我哋點解話喺一啲嘅大賽裏邊啊，俾一啲球員攞經驗咧，好緊要，就話、是。嚟到自己本土的聯賽裏面咧，就個發揮係會更上一層樓。過咗網，個叉燒食唔到啊！俾個背飛，但係擸一擸網，雖然唔係好清脆，但擸一擸網搞到對面都亂咗咯。遙遙領先啊！呢一局個頭咧，東麗隊開得相當好。所以咧就個分數其實有越大越開嘅跡象添嘅，相距有九分，終於背飛啊攞翻一分，打波嘅就係水田有美，而呢邊嘅快攻手今日嘅表現，二健子啊亦都係相當好啊，但係呢一局如果要追翻上去咧，難度啊比較高啦。咁可能咧就只係希望喺個進攻範疇裏邊咧做得好啲，去迎接呢個第三局嘅。仍然都係八分嘅距離嘅。一傳破壞了對方，但他們勝在現在就打四號位就是穩陣一點的碧田沙織，16-7入到技術暫停，領先著9分過第二局的賽事，那個可觀程度就沒有第一局那麼好，因為第一局就整個過程都是咬得相當緊的，但輸了一局丟時之後就對於九個賽員唔知係咪有啲影響啊？個頭啊開得好曳，開頭俾人哋數蛋先嘅，咁然之後咧嚟到第二個技術暫停咧，亦都係落後緊九分波。嚟到呢個階段落後九分咧，對於一隊嘅實力唔比你弱嘅球隊啊，唔好話比你高啦，同你一樣嘅球隊你都幾難進。咁所以直接得分制裏邊咧，嗰、那個嘅局初個頭咧，有時幾緊要下嘅。都已經作過少少調動㗎啦，咪八號嘅野本利佳又入替咗咧，就算打得唔錯，因為見到佢喺發球上高有威脅啦，亦都喺進攻方面咧，佢係起碼冇失波。咩得分方面咧，暫時未算多啦，但仍然有機會俾佢表現。即刻 set 俾佢打到個觸手，身形方面佢係比較好嘅。1.79米接近1.8米，咪打呢個主攻位置咧，其實幾理想嘅。一般日本啊國家隊打主攻位嗰啲，好多都係1.75米、1.76米到嘅啫。一傳冇咗，所以方佢兩個嘅快攻咧就冇人信佢嘅，呃唔到人。咁啊做俾四號位嘅時候咧，亦都揾唔到位，咁啊只可以咧搏一搏就搏得出界啊。不過領先咁多分咧，呢個失誤唔算太過大問題。俾多一次木村沙織推個直線，入得咧。快攻有時真係唔使大力打嘅，因為你跳起咗之後，你只要個目標係過咗籃網球員咧，你個波如果向下嘅話，無論係撳波或者打落去咧，個威脅性都相當高嘅。呢一輪算係九個制約可以衝到分啊，俾到啲壓力俾東麗啦，但係要再追多六分啊，先至可以平手。咁兼且咧，嗰個嘅比賽時間咧個空間唔係太多，嘅對方去到十秒嘅數字啦。咁而家咧攞多分又去翻17-17領先。
係咁到位，只有俾呢個後備球員野本去打。呢邊咧就俾田沙織打，佢人就唔高大嘅，不過跳上嚟真係個彈力相當緊要啊！身高只係得1.75米嘅啫，但係扣球摸高點咧，佢可以去到3.05米嘅。同埋有一樣欣賞佢，唔知係個摸高點高，佢停空能力真係相當之強。快攻走到入去起手，今日啊平仔香菜子個得分亦都係明顯係比平時多嘅，即係做比快攻都算多啊！九關制約，現時嚟計佢換入咗咧，就呢一個野本利佳咧就更加好似公平對決咁啦，因為收埋咗個外援球手啊，因為費拉蘭今日咧就。不算話太過空中霸王的打法，因為如果他打得好的場波咧，如入無人之境嘅殺親都有嘅。但係今日咧就對方好像很熟佢路，所以呢個時候都收埋咗佢。拉到網有啲運氣，希望運氣幫埋手咧，可以追近啲啦。入翻嚟啦，費拉納。發球即刻係出咗界，咪令到東麗隊去到20呢個關口，去到20呢個關口領先，如果4-5分咧，都話贏面大嘅，何況而家有8分波領先。快攻掩到俾費拉納，但係打得唔係好順暢啊！呢個波打完仲跪低咁滯。呢邊 Peter 沙即刻打得爽啲啦，呢個會唔會打得好啲？啊，都算打得清脆啲噶啦！入波攔完之後，沿住個網頂走咧，搞到飛田沙織亦都幾困難去救呢個波。冇到位，只有選擇4號位。咁佢哋唯一一個點比較弱少咧，就係頭先打波高田阿里沙。但係今日有時啲收線波，你唔俾佢又唔係啊，因為佢站喺個4號位度，咁亦都要俾翻啲信心佢啊。咁佢今日嚟講咧，算係做得好好嘅。剛才有一個捉手打法，亦都得分啊！籃網球員。逼到對手出手時間的時候咧，個波已經比較低嘅，所以咧水田右臂都冇位揀噶啦，焗住出手嗰下咧，對方兩隻手都喺曬度，就直接攔網得分。想打手頂嘅成功，因為真正嘅時間咧，佢打波嗰下咧就唔係話真係咁高點。所以扣不到手腕打一些靚波了，所以選擇打呢一個對方的手頂是很明智。有時要揼住先，因為時間不啱啊，都啱的，即係對於咧就高田嚟講咧就穩陣為主啊，唔好失波。咁啊得分的責任咧就喺過渡的時間咧就一個一傳靚啲嘅話，俾第二啲球員去做了，因為始終高田阿里沙嘅人唔算高，亦都咧嗰個嘅擊球個力量咧就唔算太強。呢位球員擊球能力強啦，但係今日個得分咧都比較辛苦啊，喺呢個第二局裏邊。但攞低一分得一分啦，希望個分數唔好輸太多，因為輸太多咧會影響個軍心。快攻手腕咧就吸到落去啦，但系食唔應個波頂啊！真正打波呢一下咧，個點係個配合係錯咗啲嘅，但係都算處理，希望處理得好啲，但唔成功。做翻反擊，
俾到個後援，但係又俾方門嗰邊啊籃網得分。佢同埋碧田沙啲兩個夾埋嘅籃網今日得分係非常多。呢次咧就直情係碧田沙啲個人嘅成功嚟。咁就去到 set point 啦，24-16。一傳唔係好到，俾到四號位，其實打到落去嘅，手起咗，放個虛攻，落咗地未，不過第二下都救唔起啦，變咗咧就成功攞埋呢一分之後，東麗隊就攞埋第二局嘅賽事，第二局嘅贏得輕鬆啲啦，贏25-16，咪領先2-0局數。翻嚟我哋嘅節目度，咪兩局在手嘅咧就係東麗隊啊，第一局咧就。幾辛苦下，咪亦都咧就丟時好多次之下，先至贏32-30。但係第二個贏得輕鬆啲啦，因為個頭開得好嘅，咪贏25-16。咁嚟到第三局嘅賽事咧，九光濟弱真係叫做背城借一啦。豁開去打睇會唔會好啲啦？因為輸多局咧，就呢個冠軍就冇咗噶啦。不過喺準決賽階段咧，就其實。他哋都輸過比咧，就對手，咁所以心中有數啊！即係實力咧，其實東麗隊真係高啲嘅。但係第一局嘅表現咧，九哥濟弱係水準以上嘅演出啊！佢當時就係費拉拿打得相當好，但係第二局咧，佢有啲受制於對手嘅籃網同埋咧地面防守成日守起咗佢，所以教練都有一段時間抽起咗佢。咁但係當然佢係主力嚟嘅，平時要佢打嘅時間多到咧。差不多去到後排都不放走他，因為他要打後排的進攻。少偉走入去打一個的戰術的，但對方守到，碧田起到個波，原地起跳，個力量當然會減弱了，因為他是靠個彈力靠助跑的，好努力救呢個波啦，彈力。撞出去個波個速度好快，所以撞埋個網之後咧，就隊友補救唔到啊！兩個都唔讓波噶啦，爭住攞係啱嘅。不過救起個波咧，就變咗撞埋個網度咧，就比較難處理啲。咁啊，其實喺呢個球場裏邊咧。就季軍戰啊、冠軍戰都係安排啊，喺國立代代木競技場舉行。準決賽嗰六場波就安排喺旗浮市嘅旗浮紀念中心，咪打咗個六場賽事，咪出到咧就首兩名打決賽就呢兩隊，第三、第四名出線就話喺準決賽攞3-4嘅咧，就是、電裝同江山隊咧就大家爭呢一個嘅季軍。在這一局裏面頭開得相當好了，九光濟弱輪到他們數對方領先3-0，開波還要扭一扭網，對方的一傳就曳了，仍然進攻就想做，希望打個觸手成功了，今次破蛋了，今天高田阿里沙算是做回自己應有的本分了，就係俾到佢啲波，佢就算唔攞分都好啦，就盡量唔好打失，做個過渡。追到好遠夠呢個波，真係勤力嘅中道人。跟住有機會起手收波，李沙咧就打出界，衝到分啦，東麗落後2-3。再睇睇中道同呢一個魚躍救球啊！一傳籃馬嘅啫，不過勝在佢哋進攻點真係夠多，修正比費拉拿又得，後排進攻因為咧就亦都有石盤碎碎喺度，咁呢兩位打對過嘅球員咧就互相都係做個角色噶啦，嚟到前排就打四號位都多波打啦，跟住咧就另一個梗係落咗後場啦，後場嗰個打後排進攻咧亦都唔少喎，靚波。真的很欣賞木村沙織那種的選擇在球場上高力度的控制落點的選擇真的很好，這一波看到了
兩個籃網球其實時間已經拍得很好，他避到籃網球旁邊的手落，大力強攻未必得的。跟住呢邊咧就由阿平井香菜子咧細細力點一點個波啊，攞翻呢一分。呢一輪就大家叫做一人一分上，但個頭啊九哥就亦帶咗出嚟先，所以仲有兩分嘅領先。快攻掩到俾射位打個矮啲嘅波，個戰術好成功。喺第二、第三局嚟到計咧。木村沙織的得分似乎又比起咧另一個沙織邊田沙織嘅高啲啊，因為第一局就邊田沙織打嘅攞分咧係真係多啲。費拉娜係費拉娜今日啲波真係俾對方嘅後排手起咗好多球，好似好熟嘅落邊。又係你啊，又係木村沙織，今日你嘅。Score points 嘅得分真係相當多，分數就平手咗啦。咪費啦，都要做啲陰波，但係就話佢持球，呢個波都稍嫌有啲吹得幾嚴啊。咪費啦，都精噶啦，大力強扣，見到你後排硬係守得起我咧。我就突然間收力就放個短波，但係呢個虛攻就俾球線吹咗去持球，真係陰功。咁變咗東麗隊又反超前喎，開頭就俾九哥就數咗3-0先嘅，而家佢哋領先6-5。俾個背飛，但係木村沙織完全係捉曬路。嗱，個波又升得比較慢網少少啊，所以冇得走啊，個波叫做平長香菜子都冇得揀啦，一跳起就即刻要起手添，選擇長線，啱啱冇喺底線落，都幾危險啊呢個波。費拉娜已經想做變線，因為佢覺得自己正路嘅打法俾對方睇得好通透，所以咧就用個手腕去做多少少變化。但係你唔係慣常嘅做法嘅話咧，啲波有時控制得冇咁好啊！剛才波都幾乎打out曬。二段攻擊俾人哋攔翻落嚟，咁啊見到咧就二健子都幾醒噶啦，將個波踢起，不過冇人可以補翻第二下啫。因為用腳救波現時係完全合法嘅。背飛都不是很啱點嘅啦，不過勝在咧就平井可以在高點撥到個波，所以個威脅性你在上高將個波撳到落去，就算速度不係好快咧，個威脅力是大過你向上差嘅。所以有時虛攻都是盡量將個波可以做到的話咧，就向下撳，除非籃網球員攔到實一實咧，你就唯有將個波推高少少，但係得嘅話都盡量在手邊撳個波落去。咁所以虛攻嘅技術有時都要真係有啲嘅選擇。現場兩邊嘅球迷都係相當多噶啦，亦都咧就佢哋好多時嗰啲制服啊相當整齊嘅嚇。咁啊，暫時呢一局咧就見得到野本利佳未有機會出去打主場江望遊咧，亦都係大耐唔耐有機會出下去嘅。後排進攻夠曬助跑咧，就令到起跳啊、爆炸力啊，全部做到出嚟嘅碧田沙織，田哥威力好似喺前排打咁。乜籃網強亦都因為個波 set 得比較開網啲咧，好難罩住個波嚟啊！靚波呢個前交叉又係呃咗嘅，快攻掩到一個球員啊！大家個戰術都做得好精彩。所以真正打嘅時候得中度同一個攔，咁咪點樣可以攔到阿石田碎碎咧？真係波都掂唔到。又到九江就又領先一分，
一個就指翻第一局嘅發展啦。大家都有領先過嘅，亦都個分數咬得比較緊嘅，係初段出現過3-0嘅啫。跟住大家都相距啊，都好似超過兩分。哦，今日真係交到功課喎，唔淨止話冇乜失波，高田亞里沙打足手出界咧，呢種嘅打法都攞咗好多分添啊！即係整隊咧，就有時擔心嘅進攻位置咧，就係佢嗰個位嘅啫，即係個威力比較弱啲。少偉石田碎碎打到足手，但係追唔追到一個波啊？因為呢一局嘅賽事咧，兩度係領先過嘅啦。出嚟試過3-0，跟住俾東麗隊試過反超前之後咧。而家仍然都係九個制約領先，又係三分喎，攞埋呢一分之後12-9。咪前兩局咧就去到第二個技術暫停，都係佢哋落後嘅一隊啊！睇下呢一局啊，可唔可以去到16分啊領先啊？好嘢！啊！又是他啊，高田阿里沙，新年比較舒適的一位主攻手，但今天頻頻得手啊！這個手腕真的落得好型，靠個手腕啊，將個波可以變到線，不算太多波打的水田有味在這裡快攻得分，今天他做籃網就多，真正被他打短波就少。個範圍比平獎香菜子咧就多啲咁多嘅。方木距離香咁啊，對中佢打快攻或者打短波嘅次數一定多啲嘅啦。攔到網添啊！大家睇下，又係二號夾住八號，好多次嘅啦，就由碧田沙織夾住方木距離香咧，去到做出一個好好嘅籃網，拍得幾密啊兩個，冇得走。是爭在邊個掂到個波，但其實兩個都是功臣嘅喺個籃網上高，一你拍埋就形成一道牆噶啦。咪睇住個手尖向上打，咪拉拿就覺得就算殺得勁打落個後牆，都硬係俾對方好似起到咁。咪不如選擇咧就令到你哋後排難守啲啦，係咁打你嘅手邊手頂。一傳靚啦，但係個快攻係抹到啲咁多，做翻個修正，救到碧田沙織嘅進攻。石田碎碎又嚟啦，不過佢係陰住先啦，唔啱打波就唔可以太勉強。跟住木村沙織又推到一個特線，真係好實際嘅呢個球，又唔使嘥力，但係撥位又準嘅咯，好嘢喎！即係匕首啊！嗰啲能力係相當高。呢下就揼釘啦，得一個難，兼且有空位啊，俾打到咧就一個斜線，一難只可以難一條線嘅啫。碧田沙織，佢又難咗佢本分直線先，中間幫唔到埋嚟咧，個斜線就空曬嘅。又是費拉娜，跟住木村沙織放個虛攻，做唔做到短波呢？大家暫時都只可以打到個四號位啫。呢個一傳好啲，又得住短波，起碼夾個戰術。二健子入去打一個快攻，跟住就木村沙織走入去打一個二號波。四號位打短波戰術咧，就東麗隊用得多啲。不過兩個嘅主攻手咧，亦都以木村沙織係做多啲戰術喎。因為高田亞里沙就好少做呢個配合戰術嘅。咪去到16分呢個階段咧，就九個制約終於可以係領先住對手咧，入去技術暫停有3分優勢。
在这个第二个技术暂停终于就可以领先了，因为前两局就去到这个阶段都是被东丽队带着他们的。第二个更加带到16比7，当时就不可追了，最终当然叫大比数输了16比25。但是第三局呢，九光制药有一个好的开始，虽然被到东丽队曾经反扑回，但去到第二个技术暂停呢，他们仍然有三分的优势。但局数落在0比2，对于九光制药来说这局波就不输得了，否则冠军就送走了。暂停出来之后，立即由二健子打个快攻，好欣赏他的打法，就话真系几狠下，好勇猛嘅个动作。所以食个波落去咧，有时相当应棍。修正翻，又是安全过网先啊！高田今日做得相当好嘅，再俾高田，今次又打到足手出界。今日呢一类嘅得分佢系多咯。他比較少配合戰術，所以話佢可以面對對方一個籃網或者話空網打的次數其實真的不多，基本上都真係有兩個籃嘅，所以很多時見佢要打足手出界呢一招。佢田沙積打的時候就真係得一個籃啦，個對方後排手氣啫。呢個打的時候就有兩個籃佢。所以首要要怎樣避守，或者打落個手度，打落個手只可以打手邊啊，就唔可以打手中央的位置。佢呢邊見到啊，佢哋外援球手荷蘭球員費南，但係因為有傷，後備席就見到佢，但係一路都唔可以話為球隊上陣。但係見到咧啲本土球手打咁好，佢哋亦都相當開心啊！慢慢追翻近啦，東麗隊友。籃板明奈呢個時候入替咗，九光制藥只係領先一分嘅。有差消息，石田碎碎話：呢啲機會唔好錯過。咁啊，鏡頭都幾得意啊！呢邊攞分就影佢哋嘅後備席係點樣慶祝嘅。咁、那個就係佢哋嘅後備球員嘅熱身區嚟嘅。啱啱好啊，睇落好似會出界，但係最終啊落咗底線，因為呢個波似乎就食得唔係太硬嘅，不過就冇出到界啊，咪喺後場落嚟攞分。哦，咁今日嚟到計咧，就高田阿里沙真係攞唔少嘅分數啊。不過當然你話多就唔夠木村沙織多噶啦，咪有干擾到對方嘅 set 波，所以吹罰咗東麗嘅。領先住兩分，不過呢一局賽事咧就九光制藥一路都係領先嘅次數多啲嘅，兩三分一路都有，但係又曾經俾人哋追過平手，兼且反超前過。不過而家又有三分嘅領先啦。搞到咧就東麗方面就要叫個主動暫停啦，因為每一局除咗8分同16分嘅技術暫停咧，兩位教練啊都有自己兩個主動暫停。去到20嘅關口，三分嘅領先咧就唔算話好高嘅勝算，即係當然有優勢啦。去到有5分波到咧，先叫穩陣。我識嘅波，機會波嚟㗎，石田碎碎又係想打對方手尖啊！咁你想打對方手頂嘅話，你要個波就要平去啦，就唔可以向下打。咁但係對方一掂唔到就出界啦，當然啦，你勾得幾緊要嘅。新波李沙陰住先，呢個佢過渡位，因為佢正式係打呢個二號位位置嘅，好型。對方打緊過渡位置，即係唔係順暢位嚟嘅。咁而呢邊就順暢位啦，
最順就係打個二號位嘅，俾田沙積穩。一嚿助跑，佢出嚟嗰個嘅威力真係唔講得笑，個扣球力量變咗強咗。同佢冇助跑之下，真係兩回事。因為呢個球員全靠自己喺個跑道之中製造出嚟嗰個嘅騰空力同個爆炸力。如果原地起跳咧，就爭好遠下嘅，即係做唔到呢樣嘢。所以一般 set 比啊，啲田沙積嗰啲戰術波咧，都係稍微高啲咁多，等佢夠助跑咧，就去到做。佢打後排進攻嘅時候，亦都係咁嘅，即係最多就唔好俾咁埋網，但係就一定要有咁上下嘅高度俾佢做助跑。追成一分啫，19-20，抌到前場，對方亦都抹到個快攻。嗱，呢啲就係佢冇助跑之下咧。是做不到大威力的進攻的碧田沙積，跟住石田穗穗放翻個空位啦。維持到局尾追翻局都好啊！佢哋話，其實比較打曳咗係第二局嘅啫，第一局嘅表現同第三局嘅表現咧，九安制藥都係相當好，即係起碼咧同東麗隊係有得砌嘅。喺實力上高咧。就明顯地比起咧，就電裝同埋江山呢兩隊波咧，佢哋又係高少少嘅。咁而東麗隊個外援因為受傷咧，都有少少削弱咗個進攻力。咁但係仍然咧有咁好嘅成績啊！咁就是一班自己本土球手個努力咧係有回報啊！到位嘅費拉拿，佢個強攻對方又係地面好熟佢嘅落點喎，又救起，佢已經殺得好勁噶啦，但係硬係俾對方起到啊！而一邊個背飛都起到，兩邊嘅防守都犀利啊！唉，可惜可惜，好大意。呢、這個波當然你陰到過去咧。對方的一傳可能不到位，但是你陰不到過去就直接送走了一分，所以這些球呢都不應該這樣搏發的，應該穩陣一點推過去，或者說推深一點，推直線斜線去後場還好一點。21平手了，變了快攻掩到，但是那個背飛又被木村沙積捉到。碧田沙積甲方面佢哋香風對手嗰啲嘅射位或者話搖位咧係好成功，咁只話單人攔網成功咧，木村沙積就做得多啦。呢、這個又係佢單對單成功嘅。雖然攔起咗，但係個力量又係比較強啦。咪連費啦，可能都唔知道個波會彈去邊，總之佢就大力咪落去噶啦。有時覺得他好像被倒手打落去的球對方更容易起到，打落個手上可能對方難搞一點，嘗試做個弱救球。統者早似香，雖然今天穿你的球衣不是自由人那件的顏色，因為自由人就是坐安琴希，這一輪都是他打這個自由人的，但是統者早似香很多時候每一局都有個機會出來打後排三個位置，如果他出到來的話，譬如現在這樣就形成後排九安制就相當好了，兩個起波好的球員在這裡給到費拉拉，其實也都打到觸手，這一輪他都希望打到手上的，比較貼網，但吃得好硬啊，木村沙積，哇，你打單球是開心到啊，因為他們去到錦標分啊，不成止 match point 啊，24-22，其實大部分時間呢一局嘅九光制藥是有領先住的，但尾段又被人過了頭啦。呢、這個波有冇出了界？即係話東麗隊攞埋呢一分。啊，今天冇啖好食啊，費拉拿。但係冇辦法啦，東麗今天的防守同埋個攔網做得確係比九光制藥係出色的，最終以3-0的局數咧，東麗隊擊敗了九光制藥，拿到今屆賽事的冠軍。
季軍戰方面咧，就電裝定亦都係較早階段咧，就3-2嘅局數係贏咗江山隊。嗰場季軍戰咧就打得燦爛啦，最終決勝局咧佢哋贏15-9。所以今屆賽事第三名係電裝，第四名係江山隊。至於話亞軍咧就係九個制約，冠軍咧就係屬於東麗隊嘅。喺呢度再次恭喜東麗隊，咁啊獲得咧就今屆啊日本排球超級聯賽女子組方面嘅冠軍。咁啊慶祝方式就係咁啦，我哋亦都戥佢哋高興，唔係咁大一個場館咧作出呢個慶祝嘅。而我哋今次對於呢個日本女排超級聯賽嘅轉播亦都到此為止啦，多謝各位捧場，兩個月放聲，拜拜啦。最後まで諦めない戦いを見せてくれた久光製薬スプリングス選手の皆さん一人一人の首に木村会長より銀メダルがかけられていきます。